我眼睛里面是不是有异物啊？你等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我去洗手间了。反正你每天都待在酒店，不如明天跟我们去训练的网吧怎么样？800米跑多少？2分30秒。算好算坏。比满分还高呢。谁让我累了？你都不带洒的，连这水都净化了。我看就你们几个还没净化吧。我打完了，我休息会儿。我跟韩商言就是在网吧认识的。他还去网吧呢？去网吧包夜，然后我就认识他。真当自己是来度假的？我这不是怕大嫂无聊吗？去训练了啊，好好聊。我眼睛里面是不是有异物啊？你等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我去洗手间了。他不光要待在这里，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会议啊、对抗赛啊、party 啊。party？ 你们不是来封闭训练的吗？为什么要开 party 啊？他们不能光训练，总得休息。他以后每天都这样吗？嗯。那他每天都会来吗？童年同学，我们俩在一起满打满算也就4天吧，你就受不了了。